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议员张志豪。新的一年，祝大家都能扭转幸运，新年恭喜恭喜！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非常辛苦而且困难的一年，希望新的一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时来运转，扭转幸运。感谢大家的鞭策跟鼓励，团队认真打拼，缴出了一份成绩单。我们提了超过122件的议会提案，会刊500多件的建设，免费义诊超过1500位的民众参与，也提供超过2000位的民众接受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。新的一年，阳光问政，情感服务打拼，不变的初衷，志豪继续努力为中和打拼。再次祝福大家扭转幸运，新年恭喜恭喜！